林文龙、黄翠如、小童星黄芷晴、马冠东、连诗雅、陈自瑶、苏浩儿、李仁生等一众演员这天齐齐出席热播剧《那些我爱过的人》宣传活动。悠悠在剧中追求者众多，还有不少性感 OL 打扮。Shiga 就说悠悠因此吸纳了不少粉丝，而马冠东也预告自己会和悠悠有感情线。我跟他有一个感情线呢，我很怕他，害怕他呢，因为他非常凶啊。我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害怕我呢？他应该不是凶吧，他是应该火辣的那种。火辣的凶。但是因为你的造型啊，还有你的演技这种，就是被网民盛赞，是不是啊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其实我平常都常常赞他的，是，对，不是啦。其实每个人都很漂亮，他也很漂亮。我以为看很多 comment， 他也觉得就是很新鲜的感觉，而且都赞他做得很好。谢谢。翠如也是，他也是，你也是。是，所以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就是，到目前为止都看到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评论，所以都非常非常开心。有翻版周慧敏之称的 Chloe， 凭着甜美外形和自然的演技而备受观众喜爱，更封她为玉女掌门人接班人。而她和李仁生在剧中的感情线接下来也会进展神速，可能两个人的感情会突然之间就进展得很快。 对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就不像观众看的那么单纯嘛，我就觉得不是，他又在欺负我了。你在剧里面欺负我，你在宣传的时候欺负我。我没有。对，也是常常弄我。弄你什么？弄我。他老是说我戏好人又漂亮，我就称赞，对不对？超尴尬了，我超尴尬了。网友说你是玉女掌门人接班人，怎么看？那个就是周慧敏啊，就对啊，就一个形象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是张子悠，谢谢。